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来查考哥林多后书。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的是第十二章，使徒的凭据。事实上从第十章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看见保罗处理信徒对他自己的看法。在面对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否定他使徒的职分的时候，他在这里说明了他做使徒的凭据。他不仅是使徒，而且为他使徒的职分留下了非常美好的榜样。他没有到处宣扬高举他使徒的职分，他反而谦卑隐藏谦卑到甚至有人对他产生误解。他照样是以父母的爱那样的方式来照顾羊群。近年来在新约研究的方面，关乎讨论保罗和他对立的那些假使徒双方的神学立场在那里争执不休。但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这封信里面，基本上他不是在与假教师假使徒在辩论神学，也就是他不是在处理外面的问题，而是因为教会里面也接受了那些假使徒的观念，所以保罗他其实是在处理内部的问题。当然也不是因为有那些假教师进到教会里面，他们的所谓的神学好像很完整一样，以至于他们就影响了教会，不是这样的，而是教会里面某些人他们在教会观念上在真理的根基上其实已经有了偏差，所以呢面对有疑问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竟然也就接受了，也就上当了。所以哥林多后书他不是真正关心啊那些假教师他们的神学观是怎么样，不是的，真正要谈的其实让我们看见就是保罗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保罗在谈他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同时带出了他的神学基础以及他的神学立场，这是非常正面的一个教导。而那些假使徒的出现其实只是历史的背景，当然也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和争议的问题。我们再次回到保罗看重教会，我们常常被保罗的心境而感动，看到保罗如何的坦诚的纯一清洁没有任何掺杂动机的在面对这些信徒，而这些是怀疑他的信徒。在第十二章在一到十三节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有多方的印证。首先在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所谓的经历上的印证，显出了保罗使徒的凭据。十二章的一到十节它是一段讲什么呢？讲到异象与启示，有一个三层天的经历。好，这是保罗他刻意写下来的，谈到主的显现还有主的启示。为什么保罗要在这个时候要提出来呢？因为哥林多教会认为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对传道人是很重要的，是很必须的。那么保罗为了证明他的确有使徒的权柄和能力，所以他提出来了这个从神来的
一个启示。这个三层天的这个经历很稀奇的，对信徒来讲，哦，这是一个最高的经历了，这是与神最亲密的经历了。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其实他还是语带保留的，他没有明讲，就是他自己，反而他是用第三人的方式来写，我认得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而且他讲的是14年前的一个经历了。由此可见，他其实不是那么愿意揭露这一段，他其实讲出来是不得已的。那么保罗提出他自己的经历，他不否定人可以有这个特别的恩赐，超然的经历，他也不否认作为使徒他也可以行神迹奇事啊，这我们在第12节可以看到。可是他真是不愿意让人用这一些来作为衡量人的一个标准。保罗用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告诉教会，连这么至高的超然的经历都不能来用作衡量一个传道人，他宁可分享他自己的软弱，因为真正要紧的是在软弱当中可以靠主刚强。恩赐有好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所赐下的，但是在个人身上的运用有的时候会有危险，甚至于会让人自高，所以不能拿恩赐来衡量一个人生命，以此作为他生命好不好的一个标准。真正来看一个人的生命，是看他生活的见证。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第1节说，我这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他所讲的与他所行的是不是相合，来衡量一个侍奉主一个传福音的人。也就是你的所行见证出你的所事，你的所事其实更能够成为你的所行的一个基础。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人他做了什么，而轻忽了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以至于造成教会当中的确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在第7到第10节，我们看到有一根刺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啊，这根刺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啊，有不同的解释，是逼迫吗？啊，是疟疾，或者是严重的眼疾，他眼睛有病，或者说保罗身上有某种的缺陷吗？啊，这是没有定论的。神给保罗最高的经历，就像这个三层天上的经历，但是也给了他留在身上的那一根刺。按照保罗的体会，身上带着这根刺，一方面是免得人过于自高，一方面是神许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以显出了人的软弱和神的恩典。好，这就是我们看到了第7节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好，所以这一根刺是在他有一个很超然的经历之后，保罗清楚地知道他为这件事情，他为这根刺一定是非常痛苦的。所以第8节说，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很痛苦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痛苦。所以保罗求主能够拿掉它，但是主的回应是什么呢？第9节，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很多时候我们在第九节的经文当中得着安慰，得着鼓励，上帝并没有照着我们所想所求的来答应我们，但是他却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在约伯记的前两章，神允许撒旦对约伯还有他的家人那样的一个可怕的攻击，但是呢，他却不准撒旦夺走约伯的性命。最显示一切其实是在这一位大能的神的掌握当中的。启示录第二章提醒士美拿教会要受苦，而且必受患难十日，主就勉励他们要至死忠心，就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你发现这个受患难十日，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阶段性的，有一个时间性的，或者说主仍然在患难之上掌权的。耶稣也曾经对西门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到32节。甚至于在耶稣基督的苦难，在他的死亡上，虽然很明显这件事，耶稣的受难是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所做的事，但这些也是为着成就神的手和他意旨所预定必有的事。那这句话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28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7句话，第6句话就是成了，成了。好，这个观念十分的宝贵，也就是主永远是得胜者，就算是有苦难，神的儿女也永远在他的保守和恩典中。这也就像是保罗在罗马书5章所说的，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当然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因着这个信念，因着这个信心，这样的盼望，这样的把握，使我们在苦境中也可以数算得出神的恩典。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虽然在苦境当中，但是他们仍然还在数算主的恩典。所以这一根刺让保罗呢，他不但不会看自己因为有这些特殊的经历，他就以为或者他就宣告，让人感觉到他就是属灵超人啦，不是这样的，反而呢更能够与主来相亲近，因为他得着了一个属灵的秘诀。当然这也是我们要学习。保罗说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靠主刚强了，因为主的恩典够他用，主的恩典也够你够我来用。那么在第12章的第11到第13节，这里有所谓的生命的印证。前面我们看到保罗他做使徒，他的凭据在1到10节有经历上的印证，在11到13节有生命上的印证。保罗除了在经历上他印证他的确有做使徒的职分还有权柄以外呢，他还能够在生命上清楚的印证。那这样的印证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也是必要能够长久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在第12节
我们看到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好，其实十二节的重点在百般的忍耐，而不是那些神迹奇事异能。神迹奇事异能不能用来好像是作秀一样，显给外人看，显给别人看，来证明自己的侍奉有多成功。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说，施洗的约翰他一次神迹都没有行过，但他指着耶稣所做的见证，让人清楚经历到是真的。很多人因着约翰施洗约翰的介绍，为耶稣做开路先锋的施洗约翰他的介绍而认识了耶稣，而接受了耶稣。所以呢，神迹奇事异能不能单独存在的。马可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当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主用神迹随着他们，目的是什么呢？为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神迹是为着证实神的道的真实性。保罗证明他在那个百般的受苦跟忍耐当中显出了神的大能。他做使徒的凭据，在百般的忍耐中借着神迹奇事来显明，这是他所看为宝贵的。而第十三节呢，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就点出了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期望。其实在他们的背后都有那个已经很清楚他们认为该有的标准。他们认为你使徒该怎么样的勇敢，你使徒该怎么样的照着我们所认为该行的去行，该有的表现你不可以少。但是保罗好像在他们的所谓的标准之下是不及格的，因为保罗甚至也不拿他们所给的供给。但保罗认为除了这一点，就是他不接受教会的供给之外，哥林多教会没有什么事是比不上其他教会的。那保罗非常清楚的把这一点向他们说明，说就算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好像我不拿你们的，我拿了别人的，那你们就饶恕我吧。保罗其实有他的苦衷啊，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教会有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说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所以保罗非常谨守，很谨慎，但是呢他的爱却从来没有减少过。所以到第十四一直到第十八节，再次看见保罗为父的心肠。好，所以这一段保罗不是在讲教会对他怎么样，他有没有经济的支持，不是讲这个，而是讲他对信徒的爱。这种为父的心肠实在就是保罗他使徒职分的最大的印证。很多时候我们做传道人的，你要表现出神呼召你做传道人的印证吗？弟兄姐妹其实是看得出来的，我们真的像一个好牧人，我们以仆人的一个心态，然后做一个牧人的榜样，长久下来彼此接纳，彼此信任。弟兄姐妹听传道人在讲台上所讲的，在这之前他先接纳你这个人，他接纳了你这个人，他就会听你所传讲的。他不接纳你这个人，他有的时候听不下去你传讲的。所以弟兄姐妹讲来讲去还是生命的见证，那个才能够得人。感谢主，保罗他为父的心肠是他使徒职分最大的印证，就好像父母的爱啊，是父母身份的最大的印证。保罗是但求得人，不求财物，就好像做父母的他只想抚养儿女长大成人，
他并不想求从儿女身上得什么财物的好处。好，所以在第十四节的后半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保罗一切努力的是为着要造就信徒。当然了，如果仅仅就着这个十四节的后半句，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那这里其实很清楚看见是保罗对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不能够广泛的应用在那儿女就可以不顾亲情了，你可以不看顾父母了是吗？当然不是。平衡经文很清楚，因为这个地方的重点保罗不是在谈这件事，保罗是以此做一个例证。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按着上下文我们解经不会有错误。那么到了第十六节，保罗面对另外一个问题，有人批评他用心计牢笼人。十六节，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因为保罗不拿教会的供给嘛，啊，保罗自己支帐篷，他就被人误解了。你保罗，你是不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因为保罗提醒教会，你要把捐助耶路撒冷教会的金钱预备好。那保罗，你这么催促着我们，你是不是想要中饱私囊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境当中看哥林多后书呢第八章，你就发现保罗是要非常小心的在处理募款的这件事。教会这样的质疑神的仆人的品格，其实很清楚的显出了自己的不成熟，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要防范这一类的批评论断，这一类的散播不实的消息，因为这样的事就好像那个恶效，一旦发散了，一旦扩大了，会带给教会无以弥补的可怕的结果。所以保罗也特别提醒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九节说，控告长老的臣子啊，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啊。所以他提醒教会处理人事的问题是要特别的谨慎的。最后呢，在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保罗再次的说，凡事为着造就人。这段话保罗不再辩解，他是一个爱的建立。他说他是在基督里，他当着神的面前来讲，就好像呢他在林后二章十七节说的，他传福音是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一切都没有私意的，一切都可以让神来鉴察的。所以这就是爱啦，这就是造就信徒为他侍奉的目的。就好像林后十章八节所说的，权柄是为着造就人而不是败坏人。在第二十节还有二十一节出现了怕，出现了怕，他怕教会仍然有犯罪的事。我们看在二十一节和二十节呢，我们会看到这一些罪的这一些保罗所提出来的，那这些在哥林多前书就出现过的罪，保罗怕这样的事使他为信徒的夸耀落了空。你说保罗，你还在为信徒夸耀，你还在夸耀信徒吗？其实终究因为他是为父的心肠，他还是盼望信徒长进的，他还是真心的盼望信徒讨神喜悦的，他很害怕他们继续犯罪的。而且他也怕真的如果信徒持续在这样的犯罪当中不悔改不忧愁，逼着他要去施行惩戒的行动了。
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再次看见牧者的心怀。所以在第二十一节说，你们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好，所以在第十二章呢，我们不单是看到保罗有那超然的经历，三成天上的经历，我们也看到保罗在不得已当中，他讲出那十四年前的事情，但他不以此夸口。身上那根刺好难受，他求三次，但是呢，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真相信主的恩典不单是够保罗用，也够我们用。我们做祷告，求主给我们为父的心肠，求主让我们不以一些特殊经历为自夸。我们真相信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献上感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